和记者的采访经常几斤几两，一顿刻板的开场在意义男友和群壮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，凝固的气场尽情原谅，少女的高仿雕个标准形象，保持独有的锋芒，尤其遍地一偶像，还我的狂妄，还我的荒唐，打翻青春的鸡汤，管你的脸放不放大。